2018年，被誉为世界第一屏的纳斯达克屏上，出现了一张中国人的面孔。This is Times Square, New York. Now I'm standing beneath the Nasdaq LED screen, which is now showing photos of Beijing Haiying Spinal Health Commonwealth Foundation. 这是中国脊柱外科的医生，第一次登上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。有我们中国人的脊柱侧弯发病率啊，大概他们统计过应该四五百万吧。我尽可能的能救一个救一个，来救助更多的这些可怜的孩子。结束了三个小时飞行的刘海英，正带队赶往甘肃一个偏远的地方，定西。出发前，刘海英测了测体温，38度，在车上刚刚吃了两片退烧药。定西，距离兰州机场大概4个小时的车程，刘海英一行人必须在今天夜里赶到。因为明天一早，他要亲自面诊几个病情严重的患者，并决定把谁带回北京进行治疗。多大年龄？27。发现的时候多久了？15岁。15岁，27岁，是。发现的时候就没这么大，逐渐的这几年发展大了。要慢慢找上。后来没去看呢。到兰州拍了下片子，他说要做手术。哦。医生就问，不是我在没看清那个片子，在医院也没去清。哦。不是我家就我妈一个和我两个，我那边种刀柜那个活期打算要干活嘛。现在这样的话，我应该是没有影响到心肺，另外的话这没有影响了。你现在这样不是也照样你在家干活吧，是吧？啊，别抱的期望值太高，影响100%的不可能，是吧？肯定要残留一部分，你能矫正一半多一点就不错了。你矫正越高，矫正越完美，住院瘫痪了。小林，先天性脊柱侧弯合并后凸畸形，27岁，身高不足1.5米，多年的疼痛让小林无法长时间在田间劳作，因为畸形，打工的地方也不接收他。可治疗需要花费20万元，小林一年农耕的收成只有几千元，家里还有母亲需要照顾，刘海英是他的希望。但是要不要把小林带回北京治疗，刘海英和团队并没有马上给出结论。接下来他们还要赶往150公里外的漳县，去见另外一个患者。咱们先进去。这还好，刘三。啊，这里。这上了啊。哦。刘海英要见的另一个患者，就是这个孩子。对，没事啊，洋洋。见过我吗？靠这边点，靠这边，靠楼这边点。就是，怎么几岁的时候就发现他这边不一样了？7个多月。7个月。这是他和他弟弟，弟弟3岁，他5岁，他个儿一样高，比他弟弟还矮一点。现在，因患有严重的脊柱畸形，5岁半的洋洋看上去只有3岁孩子的身高。这个话不多的孩子明白，刘海英团队是来救他的。咱就说，如果不做，他一年，你看这几年的片子，一年一年的话，再过上一年一个样，只能说是越来越重，越来越畸形，越来越重。到10岁之前，如果不做的话，那
不敢想象是什么样。你看这个发育的这个程度，是在影响孩子的寿命，寿命活不了多长时间。再过几年呢，肯定走路也走不了，也瘫痪。这一次的讨论迟迟没有结果，在车上，刘海英发起了脾气。多十多度，那比这现在要再过两三年的话，那度数的话，那不得了，那肯定是100度以上。是不是？到那时候你再做，那风险更大，做不了了，就是也没有意义。对。除了这个脊柱畸形那么重以外的话，它还有这个心脏的先天性的心脏病。准备回京。接下来的一周，刘海英还有2天门诊和20台手术在等着他，这也是他的日常工作。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病房里，还有一个孩子在等着刘海英。像有的时候像天线宝宝，那我觉得像机器人，就是我每天都会学机器人说话。主人喝咖啡还是喝水，就这样。2016年，两年长这么多吗？真到了。你再过两年的话，那就完了，完了的。孩子学习可好了，可聪明了，汉语也说得好。8个月前，远在四川理塘的德西拉姆被刘海英带回了北京。德西拉姆的脊柱侧弯达到了100度以上，如此严重的侧弯情况一度导致他的肺部受到挤压，开始出现了肺功能衰竭的症状。以前嘛，就是我们在学校里只有我一个是这种病啊，然后有一些同学会嘲笑，像我说驼背，然后就是已经习惯了，就是不敢跟妈妈倾诉，害怕妈妈知道了就会那个紧张，会哭的那种，然后就是那种不敢说的，然后就说不疼，然后就会每个星期六都会跟他问候一下。就是我们女生长得太漂亮，就是那王母娘娘嫉妒了，就是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惩罚。这种的话就说是非常重度的一些侧弯和后凸的情况下，你一次的截骨矫正的话，应该是极有可能发生瘫痪的。为了提高手术的安全性，适当的做牵引，提高这个脊柱里边脊髓的顺应性，以后矫正起来相对安全一些，这是第一。第二的话就是心肺功能都严重的受损，特别是肺功能。在这种情况下的话，你自己要做手术的话，他耐受不了全麻。在6个多月的时间里，德西拉姆的身高发生了惊人的变化。随着脊柱的牵引，他从1米3、1米4、1米5，最终被抻拉到了1米6的正常身高。而他所付出和经历的，是木偶一般的生活，几乎200天，既不能弯腰，也不能转身。晚上，爸爸要用海绵泡沫铺满整个床，
把他的身体垫起来才有可能睡着。好在这样的日子要结束了。以前我把这个床单全部给像老虎撕了一样，像被狗咬了一样，就是那样，然后全部撕了，还太多了。然后现在就那个了，把它用胶布缠上了。2011年开始，刘海英成立了北京海英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，开始尝试集结各方力量，无偿救助贫困重症脊柱疾病患者，而这些患者大部分都是孩子。好多病人抱着特别大的希望，千里迢迢来了，一听说的话，因为经济上的原因，他负担不了，又走了。看那种眼神的话，其实所以一直很内疚。今天距离2019年的春节还有5天，但刘海英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马上一个全院的联合会诊就要召开，而会诊的对象正是他自己。肯定搞三种狭窄，他双侧肾动脉都有狭窄，那高血压你是继发的，肾动脉都那个狭窄了，肯定高血压，那不是一个原发的原因。所以到底什么原因引起来的？左前角这近中段有个50%-70%。患者刘海英，髂总动脉闭塞，双腿浮肿，血流无法正常通过，最直接的后果作用到了他的腰上。在过去的几年里，刘海英动过3次手术，体内安装了2个支架，但即便如此，现在的他也必须靠着颈托、腰托才能够支撑下来一场手术。这次全院5个科室的紧急会诊，是因为上次甘肃义诊后，刘海英的病情又加重了。另外，血脂虽然说是甘油三酯高为主，但是他丁可能要强化，把它降到更可能低一点。这次会诊的结果是，刘海英必须马上接受手术。距离春节还有5天，如果刘海英接受了手术，那么德西拉姆的手术就要推迟，他要带着那个架子过年了。腿现在这种状况，还要再做一次手术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做好。别人的孩子童年都是在幸福的这种环境下过去，我的童年是在这个火柴桌前面度过。那一个火柴盒多少道工序，糊上1200个，一大捆1块钱。72年我奶奶去世，她心情不好，就得胃溃疡，还有好多病嘛，就转老保在家，我就靠我母亲一个人，一个殷染女工去养活我们3个孩子。考上大学以后暑假打工，暑假一干17天，干17-18个小时建筑工地，那种重体力劳动嘛，一天1.48块。当年那种痛苦在那儿的话，这些孩子来说的话，内心深处一种感觉的话，就想让他们，就说别这样摞着锅儿驼着背，然后的话给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好的这个未来吧，再难的话也是值得的，我觉得。距离春节还有4天，德西拉姆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手术。好的，出来了。
回来的。加油。脊柱外科手术是最为考验医者技术与体力的手术。马上，刘海英将要在3小时内朝德西拉姆的脊柱上钉入19颗小手指粗细的螺钉，帮助德西拉姆重建一条相对笔直的脊柱。刘海英首先要在德西拉姆的脊柱上钻出19个钉道，顺着钉道再拧入19颗螺钉。德西拉姆侧弯的脊柱和正常人完全不同，它旋转生长。手术过程中，刘海英要根据椎体旋转的程度和方向拧入螺钉，而脊柱的周围布满了神经和血管。如果螺钉钉浅了，达不到固定矫正的效果；钉深了，则有可能永久性的伤害脊柱神经、血管脊髓。德西拉姆轻则瘫痪，重则死亡。每一步，刘海英都不能出错。这往上太远了吧？这术后引流不畅的话，都可能瘫痪，都是永久性的。更何况你从那种100多度的畸形，它是三维的畸形的情况下矫正过来的话，确实面临的，首先那就是一个瘫痪。手术中，为了确保进钉子的位置和方向，必须反复借助 X 光透视。刘海英又穿上了重达20斤的铅衣。这个往上一点的话，靠一个整看这个整体这个侧弯的矫正的情况啊。每天都如履薄冰，有些大的手术都着急，所以我脾气也不好。在固定了6颗螺钉之后，刘海英出现了疲惫的状态。上手术之前呢，也刚吃了降压药。有的时候腰疼特别严重的时候，可能需要打封闭。因为我觉得普通人如果不是插上电源的话，真的很难以达到这样的功率去做这样的劳动量吧。手术已经进行了2个小时，为了确保德西拉姆手术尽快完成，减少麻醉剂的吸入，刘海英要在接下来的1小时内将剩下13颗螺钉全部钉入。19颗螺钉已全部准确地钉进德西拉姆的脊柱，接下来，手术将进入最后一个环节——安装连接棒。5个小时的手术结束了。刘海英用19颗螺钉重塑了德西拉姆的脊柱。我做了几个小时。九个小时。刚开始有点疼，现在不疼。特别好。谁说我是女子汉呢？女汉子，那不是椅子吗？现在脑子一个空，什么都不想说的。德西拉姆的手术很成功，但是他并不知道，第二天同一时间，刘海英将躺在同一间手术室里。
距离春节还有三天，刘海英被推进了手术室。我们继续来了解和春节有关的资讯。习近平向全国各族人民拜年，强调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幸福美满的晚年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19年春晚发布节目单。真幸运。你看吧，你们来的时候就不是这样，你们没来的时候就不是这样。我很想对他说，可是又当着他的面又说不出来。除非等我老了，把儿子蹲下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么小，你这么重，我不敢相信，我这么小啊，我真的这么小。哎呀，现在你看，哦，叮叮叮叮叮。我有的，今天回家我一点都不开心。开心不起来，为啥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舍不得。我这里来了个八个月，然后当然舍不得。现在马上就九个月了，严重。俺会敲本儿，先喝。啊？俺会敲本儿。别哭，俺会敲本儿啊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你别哭。行，到这儿让马金他们干事。我让马金他们。你不要走，我不知道刚才我干爹给我100块钱的时候就想哭。姐姐，你对我再这么照顾。哎呀，你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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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的，回去好好的学习啊，主动联系啊。嗯，你来的时候成三个月，你看身体多好啊。太高兴了，谢谢刘叔，祝你身体健康，没事啊，继续，长身体，好，谢谢谢谢，那不跟送弟弟这个，回去好好学习，啊，这个自己装，自己装的书包里，书包里啊。从四川理塘带回来的小女孩，在经历了八个月的治疗后，终于在今天能回家了。德西拉姆可能并不知道，刘海英默默地在后面送了她很远。救助的手术，见父母，
欠女儿太多了。父母可以理解，女儿理解不了。另外的话，对女儿，她以后会理解的。的一个人生从此就中断了，以后的路呢确实截然不同，或者甚至是有轻生的念头。2013年冬天，我在工作中等于发生了意外，当我醒来的时候就发现我被送到医院去了。上去一样的，千万不要看清自己。